赵佳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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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点意思。有了这点意思，这火锅对我来讲已经完美。所以我投。我投赵家一张火锅店。我们赢了，夏明月，我们的合同呢？还我们合同！黄总，你先离开，这儿我来安排。黄总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夏明月刚刚已经被我们公司开除了。你们和他约定的事情，从现在开始，和我和黄氏集团再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要想履行约定，尽管去找他。是我的白马王子。黄泽宽，我亲爱的表弟，这个是你挪用公款的证据，我们已经上报给公安机关了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你们造谣诬陷我，我现在就可以以黄氏集团的副董事长的身份告你们诽谤。亲爱的表弟啊，你以为我爸真的糊涂了吗？其实我爸早就暗中开始调查你，原始数据都已经上传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早上我父亲主持了黄氏集团的股东大会，已经罢免你代理董事长的职位，你可以回家跳广场舞。你什么意思？等等，牢狱里的饭可不好吃啊。